好好咧管理你笪地咧，影响市容系唔得噶。哎呀，可惜啊！咁你话我佢有个标准，总之就系一定要咁样。跟住咧，仲有咩泳池唔可以冇水？即系你夏天一定都，即系你冬天都要整啲水落去啊，或者点？总之你要管理你嘅泳池。如果你泳池劲多啲树叶啊、剩啊，即系乱咁嚟，即系冇好好打理咧，又告你。佢会喺咩？佢会攞直升机巡啊！佢话黐孖筋，佢哋咧会喺度直升机经过啦，喺路即系喺个俯瞰咁喺度望你哋。哦，呢家吓陈小明间屋陈宅啊，发现到佢冇剪草一个月，跟住啊吓嗰啲泳池啊，唔偷偷地唔放水啊，整个空吉泳池喺度好唔美观，就告你嘅，会罚你钱嘅。你知唔知啊？癫啊！咁啊，点解香港成个大球场都系咁样又唔使啊？系啊，冇啊，大政府噶嘛，冇佢梗系咁啦，啊！政府嘅嘢梗系唔会啊，唔通政府话美国政府告自己啊？我发现咗自己有啲咩唔啱啊！我一告自己佢都唔会啦。你可以同你可以告。你可以告翻佢啊！唔知乜乜乜政府会堂嘅其中个草地管理啦，唔系几好，佢都唔会冇事噶啦，系嘛？好。咁跟住仲有啲咩？咩垃圾桶啊？要买一个嘅，佢哋要问政府定咩垃圾公司买一个专用嘅垃圾桶啊，特别版嘅，即系你唔好，你唔可以自己攞，你唔可以自己。是但整個我哋香港人通常有啲垃圾桶屋邨咧，嗰啲師奶好中意求其攞個膠桶啊，定點啊，就做垃圾桶咁樣啊，啊入邊鋪個垃圾袋唔得嘅，佢話唔佢會唔幫你收垃圾喎，你知唔知啊？佢話喂，你啲垃圾桶你冇買呢個垃圾桶咧，佢就唔同你收垃圾，你一定要用佢指定個垃圾桶咧，佢先收，佢先肯幫你收垃圾。如果唔系咧，你又积到成堆垃圾啊，你点咧？咁啊又罚你钱噶啦。诶咧，如果你个垃圾桶烂鬼咗咧，啊你又要再买个，俾钱买个。你如果你即系例如话有啲街边有啲熊啊喺度抄垃圾砸鬼烂咗你个垃圾桶，唔好意思，你又要再买个垃圾桶。啲垃圾桶唔平噶，唔系讲紧话咩？好似你屋企买嗰啲几廿蚊嘅啲胶桶咁样，冇熊 A 嗰啲咁样，唔系啊。佢咩成百成嚿水美金定咩咁样买一个咁嘅垃圾桶啊？因为佢系当系服务费嗰啲咁啊，你买完之后佢就会帮你收垃圾嗰啲咁样咯，跟住就要交税。你每年有啲咩交税就会交埋啲咩垃圾费啊嗰啲咁样，好似系咁。好，咁啊你掉得多垃圾嗰啲会唔会收多你钱咧？好似就冇分噶呢啲就啊。啊系啦，呢、這个角球，我喺美国好似冇咩蚊啊，我感觉上，即系虽然又话热热地啊，又即系太阳晒又冇咩蚊啊，讲真，好似一隻都冇，喺香港先有啊。你话淘宝大把，你买嗰啲佢，你除非你有个 copy 啊 A4 系一模一样，啲颜色佢分唔出咯，否则佢唔会帮你倒垃圾，应该系咁。或者佢有註冊嘅，佢話：喂，呢户你明明冇買垃圾桶，唔好扮嘢喎。如果你呢啲扮嘢俾佢周到，可能罰得仲金。用咩涉嫌用假垃圾桶欺騙垃圾公司，啊，可能罰你罰得仲勁。又話街邊邊有熊，你住美國住屋唔一定喺街邊啊。美國好大，我個 friend 就喺屋，即系住嗰啲獨立屋，系會有機會有熊人啊！我已經講過啊，有蛇添啊！你以為淨係一定係你嗰度唔可以用香港個諗法嚟睇嘅？點解街邊有熊？有時當唔好有熊啊！有啲 MK 喺度玩你垃圾桶啊，或者揸車亂醉酒駕駛，一嘢冚到你個垃圾桶，唔知飛咗去邊爛咗都有可能啦，嚇啱唔啱？好嚟啦，顶上去，有冇机会追翻啊？好，又控到波啦，迪基亚，好俾得靓啊！喂，做乜鬼嘢啊？错有错着，弹翻俾你。好，再过嚟。
好，吸得超靓啊！哎呀，可惜啊，呢下出埋嚟。但外国就干啲啊，冇咁多蚊，有啲人就咁讲，香港潮湿咧啊，多蚊啊，咁唔肯定喎，呢啲我唔知啊，吓，我唔肯定潮湿啊，一定有中东都有干都咩嘅喎，都干，但系有好多蚊嘅喎，你唔好咁讲喎，吓，中东超多蚊噶。我黐线，夜晚嗰啲蚊啊，嘈到 V 嗡嗡，真系好似周星驰咁 V 嗡嗡 V 嗡嗡。我嗰阵时啊，着住长袖衫嗰啲风褛喺度瞓，因为夜晚突然间又会变到冻冻地。但系我话着长袖衫、长袖裤瞓之前冇事，如果唔系又俾佢针到黐线。好，俾咗上去啦，争少少啊，仲有机会，差十分钟，我想吸翻口啊！美国仲有啲咩乜鬼嘢啊？我想讲啱啱讲嘅咩露宿者使用影响市啊，系啊！你美国咧仲有一样嘢系咩？你知唔知咧？我哋香港你可以攞住罐嘢饮，攞住罐酒喺度周街饮，美国系唔得噶。如果你喺街边饮酒系犯法嘅，你要攞个纸袋定咩入住佢咁样啊？总之你入住佢咁饮咧就冇事啊！如果你俾人睇到，你大无私样咁样攞住罐酒啊樽嘢啊喺度咁样喺度怼咧，又告你喎、啊！唔知系咩法，唔知呢条系影响市容定系惊你教坏小朋友饮酒，好似话佢系惊啲细路仔睇到你喺度饮酒，即系又会有样学样啦，鼓励饮酒，类似有咩罪就唔俾嘢，你就要攞个纸袋入住，咩袋都好啦。同埋好似如果你俾人见到你饮就都系唔好嘅，差人又都会照样屈罚你啊！真系啊！好，入住佢饮都唔得嘅。总之系你唔可以拉，你唔可以首先你喺街度攞住樽嘢行嚟行去就即刻拉啦，跟住你再饮都系犯法嘅啊！饮酒要用纸袋。美国唔好喺外边饮，纸包酒精得唔得？唔得啊！唔系因为樽嘅乜罐嘅问题啊，系唔可以。佢个纸袋系佢普通嗰啲牛油纸嗰啲纸袋啊，唔系唔会有 logo 啊，就系、是、唔想俾人见到呢个系写住咩 alcohol 定乜鬼嘢啊？知唔知啊？所以美国生活系咪真系咁好啊？我自己去咗几剂，我又麻麻地。啊，唔系咁中意咯，我成日问啲的士司机，佢都话咩？佢哋都唔系话好中意美国啊，佢咩？哇！佢成日叫佢话点解？我问点解？既然美国咁唔好啊，点解你哋仲咁多人去 LA 啊移民？之后佢就有咩 watch too many movies， 佢话你班友仔咯，睇太多电影啊，睇上脑 short 大咗，以为美国好正。佢都话咩 ？I hate 咩 LA 啊，有啲就直情用咩 SUXK 咁呢啲字眼啊，个 dude， 佢话 LA dude 系咪啊？佢话咩完全冇咩好啊，个交通又衰啊，人又衰啊，乜都衰。我听过有 LA 有咩好啊？佢话唯一好啊，叫佢话咩 weather 叫好啲，咩 sunshine 系咁多，好。出埋嚟，作落去咧，喂呀，争少少，再补射啊，靓啊，我黐线咁都救到，吓、啊，又话饮嗰啲假酒，使唔使入纸袋？唔知喎、啊，我唔肯定，即系你知嗰啲咩 Diamond Black 啊，嗰啲 Jolly Shandy 嗰啲咁样，美国会唔会拉？我唔肯定、啊，呢、這个我唔知道，吓、啊。好、哦，小心啊 ！LA 有咩好啊？唔知喎、啊，你要我数一样干气候空气好咯、啊，好少少咯，冇蚊咯，唉，冇蚊咯，我咩啊？冇啊，谂唔到啊！坐中意坐车嘅人啊，可能你系天堂，揸车佬。
有好多路俾你揸，开心死你。同埋啲屋企好大咯，地方大啊，住应该就平好多嘅，啊。你话我中意去边啊？瑞士咯，瑞士啊正啊，但系啲嘢真系超贵。瑞士啊真系好舒服嘅，而瑞士嗰啲建嗰、那个建筑咧就又唔会话好逼啊，但系行到路啊，又有啲文化，有啲屋保留历史得嚟咧，又有现代化嘅待遇。吓、啊，嗰啲酒店我住嗰啲已经设计嘢，但系都好舒适嘅，即系你唔会觉得话哇好入，唔会喎，你住入去又好正，你瞓落去又好好瞓啊，剩啊，佢嗰间酒店房好唔可以话好大，细细地，但系咧，即系嗰啲设计有个窗仔啊，有个台仔啊，你又会觉得几正咯、啊，嗰啲收音机。吓、啊、都唔会话啲靓嘢，但系总之系好舒服嘅。跟住一开头会俾两粒糖嚟嘅，即系招呼你嚟到啊，俾啲糖嚟食啊，有啲写张卡仔过嚟啊，咁样咯，都几好啊，有宾至如归嘅感觉。难怪啲人成日话咩去瑞士读咩酒店，但系唔知点解我即系我除咗喺瑞士之外，未试过一间酒店啊，真系超舒适，有呢种感觉。即系你去俾啲。你住啲，你喺其他地方你住啲 cheap 雞酒店，你就真係知道呢啲嘢哇好 cheap 啊！但係你喺瑞士住啲 cheap 酒店，你話唔會啊 ，OK 喎、啊，都幾正喎、啊，好舒服喎、啊，你就會有呢一種感覺咯、啊。瑞士就正，正到不得了，但係啲嘢好貴，貴過美國，貴到黐線啊！一個麥記啊百幾蚊咯、啊，港紙嚇，咁、啊、你已經覺得黐線啦。瑞士糖都賓至如歸，你去其他嗰啲酒店啊，都未必有糖，都冇粒俾你啊，最多俾啲嗰啲水，我同你講，美國飲水都要俾錢啊，啊又翳又西，免費嘅水都要又翳又西，啊瑞士都唔會，好、啊。瑞士啊，你扭开个水龙头啊饮啊，舒舒服服啊，干净啲水好正，开心死。哦，同埋啲人好好人啊，瑞士啲人又好即系法，我觉得日内瓦啲人啊好好，讲法文嗰啲人啊和善啲，嗰啲果嘢好好听 ，we we we 吓，跟住咩 merci merci， 好啊，你会觉得好好听，唔会觉得好。瑞士人讲嘢都温文尔雅，哎呀！跟住我咪讲过咯，瑞士有一次有啲人介绍我食嘢咯，即系去间食店，我唔知食咩好，夜晚喺度行，跟住去嗰间咧，好似大航海时代啲酒馆咁嘅嘢，咁样有好多好热闹，即系好似你大航海时代一揿嗰个酒吧，就会听到啲热闹声，有好多人声啊，跟住喺啲哼杯声。咁门口咧有个醉酒佬喺度入我话咩咁，佢话咩呢间嘢好食噶，我唔系呃你啊，即系我话唔系喺度帮佢 sell， 我同佢冇关系，我觉得呢间嘢正，佢咁啊叫我去食，即系佢因为嗰度啲人全部大部分都讲即系一系讲法文，一系讲德文啊，因为佢嗰个叫我入去食，一试完平平地又真系几好食，啲扒唔差过美国。几百蚊嗰啲咩肉眼扒喺嗰度，可能有啲 cheap 扒，你都觉得哇唔系喎，几正喎，都食到舐舐嚟。嗰阵时嗰度系苏黎世，我记得食呢间餐厅，即系嗰个人叫我去苏黎世，我就觉得一般，唔系话好中意苏黎世呢个地方，但系嗰个唯苏黎世，我唯一有印象就系呢一个人咯，有个醉酒佬介绍我去食唔知咩餐厅啊，我好有印象。啊入我嗰间，因为嗰间餐厅好似嗰啲当地人好受欢迎，劲逼嘅，好多人去食嘅。哦，跟住佢系饮住支酒喺度同我倾偈啊，嗰啲成咯，系啊，俾佢上去。所以你话要我拣最好嘅瑞士咯，我觉得超正。
啲水都好似好飲啲，唔識點講。講真喎，即係街邊未試過飲嗰啲氣，即係你喺香港飲嗰啲，即係球場隔離嗰啲飲水機啲水勁臭啊！飲落去極想嘔，喂！一諗落去我已經反胃，已經有少少想嘔。講真，一諗起嗰種味，唔知咩特別腥臭，喺瑞士冇啊，是但一條喉，嗰度好香喎，即係啲水都係冇，即係好好飲，清甜。好，瑞士啊，但系都有贼咯，我都遇过，有流浪汉啊嗰啲咁样，吓、啊。美国啊，反而冇贼噶，即系成日以为美国系好多即系揸枪癫佬啊嗰啲，反而冇啊。我冇遇过，瑞士我系遇过，啊，中东都冇遇过贼，啊。瑞士啲水冇完啦、啊，瑞士生活質素好好啊，瑞士佬唔做呢啲嘢啊，嗰啲咩娛樂嗰啲超新鮮喺嗰度飲，朝早早餐咧超正嘅、啊、我住嗰間 cheap 酒店咧，佢話唔知你早起身唔知九點就冇早餐，你早起身就有啦，食屎個瞓晏咗冇得食早餐，你早啲去咧佢就有早餐食，跟住嗰啲有娛樂。每人有一杯乳酪超好味，特别好食嘅 ，Made in Switzerland。啊，跟住有牛角包啊，嗰啲咁喺度夹咯。跟住有咩啊？食牛角包，跟住就俾你查芝士啊！我见啲鬼个隔篱嗰啲人咧，塞十几廿嚿芝士 jam 啊，啪晒落个牛角包度，啊，成罐 jam 倒落去，你知唔知啊？即係嗰啲細細罐迷你罐，梗係唔係嗰啲大罐？平時你超市買嗰啲係細細罐嗰啲細樽裝嘅，佢成樽倒落去個牛角酥度，跟住芝士咧，咪有啲好似披薩狀嗰個三角形嗰啲，唔知倒兩塊掉落去啊，跟住成忽牛又倒落去，跟住喺度食黐孖筋。我喺嗰度都係會咁樣日日懟夾嗰啲芝士嘅，都會正常喺嗰度食住得耐，你就自然會肥少少嘅，好正常啊！好，係啦，就所以你如果我講嘅話就係最好啦。咁跟住咧，仲有單新聞係咁嘅，咁咧大家知啊，大陸咧就好多假銀紙啊，係咪？即係啲100蚊人仔，你唔知邊啲真定假噶嘛？有時有啲友又嗰啲鋪頭會唔收假銀紙，但係會俾假找翻啲假銀紙俾你，因為黐孖筋啊嘛。咁咧就今日咧就有單新聞係咁嘅，都係有關假銀紙。咁咧話説咧有個人喎，唔知你我唔記得個受害人叫咩，當王仔。嗰個王仔做咩咧？佢咧就有個 friend 就俾咗美金佢嘅。啊！美金嚟嘅，佢就话咧啊，呢一张美金咧好特别，个面额咧系100万。咁咧，因为大家知道美金最大面额应该系100蚊美金啊嘛，我唔知道有冇1000蚊啊，但通常都系100蚊美金嘅。咁咧发生咩事咧？咁咧我嗰个人就网仔个 friend 啊，同佢讲嗱，呢张美金咧系特别版嚟嘅，系收藏版，收藏版。啊，唔系咁出面咁易见到噶，珍藏靓嘢嚟噶，100粒啊，特别即系嗰啲纪念册，好似你汇丰嗰啲咩150蚊，我话你都未见过啦，你香港人用150蚊俾钱咩？冇啊，系嘛？呢张靓嘢啊，100万美金，脆脆地让俾你咧，王仔。咁咧，王仔咧就唔知点样买啦，就买咗呢张100万美金。我唔知佢俾咗几多钱买呢一张嘢啦。咁啊，买完之后咧，咁啊，佢又想去银行度验喎，佢就去验。即系喺银行啊，唔该，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下呢张嘢真定假啊？咁咧，银行望两望，跟住就话呢张系假嘅，佢又咁讲，冇美金边有咩100万啊？黐线 ，short 咗你。跟住咧，咁網仔想攞翻喎，佢話：喂，你唔識貨或者點咧？黐線！佢話呢張有紀念價值啊，點點點特別版。佢話我咁俾翻我個銀行拒絕喎，佢話唔得，我而家要沒收呢張嘢。佢話點解咧？根據大陸嘅法例，佢話咧呢個唔似假鈔法咩？如果一見到呢啲假鈔咧，銀行咧係有權即刻沒收啊你呢張錢嘅。
咁咧呢个网仔就死都唔肯，我喂唔得啊，我要翻啊，我理得你啊，即系我又唔系攞嚟做呃人啊定咩，我系想搵银行验完你话假又点啫？我觉得有纪念价值，我中意留低佢一个人啊，见到啲假嘢。咁咧公安咧即系搞到越嚟越嘈啦，咁啊公安落嚟即系谂住点样摆平件事。公安咧就话根据法律咧冇啊。佢話而家呢張票，總之要收翻呢張假鈔票，唔會俾你。佢話因為呢個就係國家咩？佢話係有責任咩？國家有責任咧？咩清除呢啲假嘅鈔票定乜鬼嘢就要收翻啦。咁我唔知中即係香港係咪都係咁樣嘅條例？香港咧，你用假銀紙咧就犯法，即係你行使啊。以我所知，即係你攞張假嘅廿蚊紙走去嚟你偏打假設。你偏打偏咗廿蚊纸攞去街市买鱼，咁就犯法啦，因为你系企图喺度呃人啊嘛，你攞呢啲你行骗啊，同埋行使假银纸同埋制造假银纸系犯法嘅。咁呢条友冇制造，佢纯粹攞翻嚟，咁佢冇行使嘅，佢就系问呢张真定假啫，佢问个银行。咁我唔知道香港系咪都会没收佢，咁我啊觉得佢系有啲少少道理，喂，我中意过下瘾，我中意有张一百万。即系好似你僆仔都会自己喺度剪张纸，话你张系100蚊纸啊，乱咁玩啫。咁唔通你银行又没收佢啊？啊！如果佢有一日攞佢个仔是但涂鸦，有张写着10亿美金几特别纪念版，即系话，跟住佢又攞去银行话：喂，姐姐呢张真定假？咁个姐姐系咪又会收啊？我啊喺度谂紧呢样嘢咯，你哋点睇啊？同埋拍戏嗰啲道具，咁你全部要收晒，佢要入 TVB 扫晒嗰啲钱。好，嚟啦！又话美国喺1988年国际百万富翁俱乐部试过真系印过100万面钞嘅做收藏品啊，咁即系真嘅呢张嘢，咁银行咪遮鬼咗佢张钱黐线啊，咁会唔会成何体统啊？咁咪冇王法，哇！喂，咁呢单嘢嗰个公安同埋咩银行有问题喎？即系根本，如果你咁讲嘅话，啊，点睇真定假啊？而家又话 TVB 嗰啲系真，你啲黐线啊！你自己睇翻大时代啲钱假喺度抽筋，硬刮刮嘅。成嚿砖咁，点会假？点会真啊，大佬啊，吓、啊？好，唔知啊，究竟边个？你话边啱，边错？唔知咯，差人大晒，佢话乜咪点咪点咯？但系我意思就系、是，我啊觉得，你收。佢可能惊你之后攞嚟用嘅，佢嘅出发点就系话，喂，你有一日会喂我，即系你而家知道系假啦，难保你第时走去呃其他人，所以佢就要收咗先咁样咯。我觉得系咁咯，啊，啱唔啱？好，小心啊！啱啱见到有人贴啲文话，嗰张100万可能系真嘅。咁啊，真系黐线！嗰个人系咪惨到食屎？冇啊，成嚿喎，成100万喎，美金喎，即系100几万吓，黐线啊！低能啊 ！check 咗系真，死都话系假，系啊，哇，系啊 ，check 到系真，死都话系假，之后自己代咗佢同嗰个人分咗佢，喂，我同你私底下一人50万美金，爽歪歪。啊！真系黐线。好，有人问嗰条友点得翻嚟，咪佢个 friend 卖俾佢咯？佢就话网仔有个 friend 同佢讲话呢张吓有张正嘅私人珍藏嘅美金100万钞，唔系咁易见到噶。吓、啊、佢话见你咁中意。割我系让俾你啦，咁样就系、是、咁样咯，单案就系咁样诞生啦。咁佢冇讲佢个 friend 喺边度攞翻嚟，冇就系、是、咁咯，啊，咁啊就冇咗100万啦。如果嗰张嘢系结，讲真，佢一睇两睇就话流。我都心谂，大陆嘅银行鬼识
鬼知啊！咁未必话美金嚟嘅，即系而且仲要啊呢啲咩收藏币，佢点会知啊？大佬，除非嗰个咁啱个柜台职员系吓货币鉴证专家，咁啊更加冇可能啦。点会一个柜台职员点会咁劲啊？普普通通。咁分分钟呢张嘢睇怕都有机会系真嘅，如果系真咧，咁啊冇噶啦，可能而家已经揸巢抌咗落街，生鼻涕定点已经吓、啊，或者自己代鬼咗啦。佢而家睇紧新闻之后已经发现，喂唔系喎，后来走去 Google 咩百度，去百度完之后，咦唔系喎，真系有100万喎，咁啊已经自己代咗。咁唔知呢单新闻之后，阿网仔追唔追得翻又唔肯定，又要睇睇。之后点样发展咯、啊？吓、啊，好惨啊！我都觉得吓、啊，下次知呢啲咧有咩珍禽异宝啊，唔好乱咁攞去俾政府机关睇，一睇到啊，俾人没收咁啊大镬吓，自己上网讨论区问下人先，唔使急咩咧。系、啊、嘛，自己打去影张相铺上网，话我有呢张咁嘅嘢。呢啲咩嚟噶咁样啊？咁啲友就自己识分啦、啊。有啲自然有高手，有啲一开头肯定会有啲人话吓、啊、假美金啊，白痴。跟住有啲人话你识咩啊？真系有噶。跟住越讲，跟住点分真伪？咁你咪自己去。再者，你一系就走去问美国，过去美国问咯，影张相啊，先去问美国。美国佬啊唔会收你嘅，美国佬最尊重。人权系嘛，即系佢唔可以咁样强行收啊，大佬系嘛，啱唔啱？我哋做银行肯定系假，因为如果真嘅话，银行一定会喺清零时讲。咁特别嘢你好难讲得晒喎，我话俾你听，中东也门纸有最大货币几多啊？我问你啊，也门币纸币咩色啊？最大值的面额货币啊，你都答不出啦。也门纸是用咩里拉里亚斯？咁我问你啊，最大面值几多？你银行有冇讲啊？冇讲啊，一定唔讲啊！咁偏门点会知道？系咪先？最大面值是10000嘅，跟住颜色系好似紫地色，唔知道我都唔鬼记得啦。炒通常啲纸币炒咪掹嘅，我喺嗰度。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啊，请等等。继续啊，好有型嘅未来战士，最近都喺度做紧未来战士新一集啊。咁啊，请等等，转个 game 先，请等等。